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们现在学习菩萨行嘛，对不对？菩萨行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概念，这是大家都一定要知道。菩萨行，我们平常习惯性讲说六道忘恨。行是什么？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行为有两种。那这两个是主要是内在的行为为主。你思想的状态是不正确的话，依于他而发出来的言语的行为跟身体的行为都是偏颇的、不正确的。菩萨在内心游泳的，他所修的道，他自己内心发挥的内心就是串习的部分，叫做菩萨行。那我们现在我们大乘的实修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未入道者透有修了什么才能够入菩萨道。第一开始道就是自量道。那自量道的当下最主要的就是菩萨有的时候入定而修，这个叫做安住修。入定而修的原因是什么？他需要一个培养智慧质量，培养智慧质量，所以一定要有充足的能力，才可以转移到善道、上道嘛。不然的话，就是从智慧方面还是弱的话，他就没办法转移到善道了。那菩萨他们入定而修，就他已经有了安止、圣光，这两个都有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得到原无我的圣光。什么时候得到原无我的圣光，同时得到了加悉道？如果大乘行者的话，大乘加悉道；身为独觉小乘的行者的话，就能得到身为独觉的加悉道。大乘这两道者入根本定，他入定当中，
他在你内心现起的这个心就是叫做个别定制。入地当中他内心强烈的现起的这个心就是叫做个别定制。再来他出地之后的他自己的实修的道都是叫做一个厚德智，平常我们叫厚德智，大鸟依靠着两只翅膀一样的。如果他只有一只翅膀，就是他没办法飞起来的。比如说菩萨正量道者的话，他们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安止三摩地都有，定力已经够了，安止已经有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了远无我的圣光。那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入定，根本定止入定当中修的时候，他就是智慧质量就越来越增加了，他智慧质量也就是越来越锐利的，他的能力越来越增强的。那再来后德位的当下，还是就是布施持戒等等这些做，为什么呢？另一方面，福德质量不够的话，光靠智慧质量没办法就是进步的，所以呢，他就是一定要依靠。就大鸟依靠两只翅膀的凤力一样的，所以修行者一定要依靠着两组的，就是智慧质量及福德质量。就是所以呢，他入定当中修了智慧质量，积累智慧质量。那出地的当下，他就是加强，就是累积了福德质量。智慧这两个福德这两有什么区别？确实差很大的。福德这两的部分的话，积累它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现在我们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积累福德这两，但是智慧这两是有点困难的。智慧本身是一个具有观察能力者，福德这两就是不强调，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相信三宝。强烈的相信三宝，你相信强烈的相信三宝的时候，积累到福德质量，这个信就是本来就是一个福德质量，他没有什么观察的能力的，他只是相信而已。那有人问你说，你相信三宝是有什么理由？我不知道，所以他就没有观察的能力，积累他也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消失、退失是非常容易的。那遇到了另外一个立根者的信心是一个理性，他不容易相信的，他是信了以后深信不疑，就如金刚般的一个皆不可摧的一个信心。令其敦的人的信心就是几乎都是盲目的信心，这种的信仰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法称在《释奈论》当中提到的，我们一定要了解世尊是一个量师父，那量师父的原因是什么？又不懂了，还奇怪吧，对不对？我相信释迦牟尼佛，他很慈悲，你怎么知道？人家说的，我们根据都是人家说的。你自己内心没有产生了一种正确的一个智慧的时候，你都是随着别人的起舞，所以这个是不大好的。所以法正特地释量论第二品当中提到的。四个原因来成立了释迦牟尼佛是一个量师父。先了解释迦牟尼佛宣说的语眼量，我们透过他的语眼量慢慢理解他是一个师父量。那如果不学习的话没办法理解的，如果学习也是，即便是对你没有那么很大的帮助，但是也不会伤害你，那学习是最好的。世界法也好，或者出世界法也好，你懂是很重要的。菩萨他们修怎么去修的？一个是后德位的当下修，入定的当下他修了远无常的远空性的智慧，他一直这样修就是以培养自己的智慧，所以呢累积了福慧二资粮的方式就是这个。那后德位当下他就是做帮助众生，比如说我们帮助众生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是福德资粮嘛。这些累积的方式我刚才如前所说的非常容易的，但是它就是被其他的水害也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我们就是一旦强烈的现行忏悔的话，
就摧毁了。但是你透有学习累积到的一些的智慧质量的话，它绝对不会被称为摧毁了。这两个的基础护盾是不一样的。你看，几乎都是我们佛的质量的话，它的护盾基础没有那么坚固的。那智慧质量的话，它的护盾基础是非常坚固的，经过很长时间探究研究学习认识到，才能产生了一种智慧嘛。这个智慧是不容易受损的，这是菩萨他们修习的方式。那我们把菩萨当作一个自己修习的榜样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尽自己力所能及去修。一开始，但是假装也很好，模仿也好，对不对？一开始当然是我们绝对不能马上就修菩萨行的时候，马上就跟菩萨一样，不可能的。但是一开始我们假装就是什么？一开始修行就菩萨一样假装的话，这个假装就是变成为真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是好的。想修布施的时候如何去修，我们很多人现在修行就是都是一个趋向于就是金钱上面，财富上面，我有财富我有金钱才可以修布施如果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人的话，我就不能修布施的样子。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不是这样，反正就是你内心的舍弃的心一定要培养，确实一定要让它增加，就是这样培养，就是叫做一个修布施嘛。反正就是我们每个人吝啬很强，执着更强的，吝啬多强，执着多强，这两个是完全两背文件，环环相扣。由于执着，由于吝啬，导致我自己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呢，带来给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消除这些的麻烦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吝啬列根拔起，才可以解决由于它带来给你的不愉快的事情。不然的话，因没有解决的话，结果谁也防不胜防的，就会产生了。比如说我们肥沃的土壤当中播下了一个种子的话，那肥沃的土壤当中一播下种子的话，就会产生苗芽嘛，因缘具足，结果就会产生的。那我们想尽办法不要因缘具足，这样的话你的身心上不会另受到一个痛苦嘛，对不对？肯定这样的。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利众生愿成佛啊，念了非常非常的高尚的很明妙的，那内心如此这样的妙吗？一定要思想，你能多少做到多少就多少，不是说你就是现在马上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去，这个是比较可靠谱的。我们都是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可能马上都跟菩萨一样的做得到的？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哎呀，我是凡夫嘛，理所当然一定要生气啊，一定要吝啬啊，以及一定要执着啊，这个是不 OK 的。虽然我不能做到菩萨一样的，但是我现在的凡夫的状态，但是我希望能够做得到，进一步的去改变改善自己的心态。所以一定要鼓起勇气奋发图强，不要所以打压自己歧视自己，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找借口，哎呦现在我年纪大了，我哎呦现在我事情多了，对不对？哎呦我现在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你找任何的借口来不让你就学习佛法或者修持佛法，这是真的是不应该的。比如说我们思维一下，哎呦平常我们就是布施得财持戒安乐，嘴巴讲它的真理义理在哪里？布施波罗蜜多，培养自己舍弃那个舍弃的心，一定要尽量就是放开自己的心，就是让自己心胸就是慷慨大方，越慷慨越大方越好的。所以你的心胸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狭窄的时候，那吝啬也越来越强，吝啬越来越强的时候，所有的执着都是随之而来的。
这样的导致你就是时时刻刻的造很多的恶业嘛。造成我们痛苦的因素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几乎都在于自己的情绪当中。你就是透有不正确的思想，导致马上就心里就是感受到不舒服、忧愁、挂碍等等就出现了。那这种的挂碍、忧愁、痛苦、苦恼出现的时候，你又往外去寻找一个解决的方式，根本找不到了。所以呢，吝啬的对峙就是舍弃的心，我们修舍弃的心。这两道下中上三个这个品当中，上品的时候，菩萨当然是他达到了某些程度的时候，自己就完全是感应，自己领受到了。应该是我入定的话，这个入根本定当中，我能转移到加行道。他就是有这样的预感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两道上品的时候，他就入定。那入定的当下，得到了原无我的圣观的时候，同时他就是转移到加行道了。这个加行当中，第一开头得到的加行是暖加行，温暖的暖，暖加行。一开始他转移到暖加行的时候，还是入定者，他入定当中转移到加行，还没有出定的。那一开始入加行道的时候还是入定当中，所以呢他就是再来出定。出定的时候，加行道后的位的当下，后的位就是就像我们平常一般人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入定当中。入根本定的时候，无根识就消失了，无根识就没有作用的，只有根本定值的作用现息了。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他相续具有的所有的一切的心所希望，任何的心都是随灭潜伏，唯一的现息的就是根本定值，这个叫做一个入定。入根本定的目标就是培养自己的智慧质量，智慧质量是最好的智慧质量，是通达我的智慧，通达空性的智，通达无常维系无常的智，二谛四谛十六形象的智慧，这些都是一个佛教讲的就是一个智慧质量嘛。那培养这样的智慧质量而入地，所以平常中国大师讲的就是安住修，安住修就是修根本定智，入地当中修这些的根本定智。这两道上品的时候，菩萨自己就是感应或者是预感，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入定的话，这个根本定当中他就是能转移到加行道。入根本定当中，他就是加强他的智慧的时候，他就根本定当中转移到暖加行，对，他就是增加他的智慧，所以呢他得到了一个原无我的圣光，同时就是可以转移到加行道，脑位暖加行。那你看我们有史以来到现在，以及进入了大乘这两道下品、中品、上品这个之间，还是没有能力断除任何一个烦恼，断除任何一个所执障的能力，你看还没有。你已经成为菩萨凡夫，还是他不能断除任何的烦恼、任何的所执障。他唯一的能做到的就是他完全随缘潜伏所有的烦恼，所以想尽办法让所有的烦恼随缘潜伏，他的情绪当中就不会现起任何的烦恼，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菩萨不怕烦恼的原因就是这个。我们麻烦的就是一旦现起烦恼，任何一种任意的烦恼的时候，最麻烦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刻，不知道啊如何去调伏，如何去思维，越想就越恨了，对不对？越想就越气。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或者是作为一个菩萨这两道者，还是他没有具足断除烦恼的能力，没有的。只有唯一的就是
他就让烦恼随缘潜伏的能力存在的。他转移到家性到脑位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特殊的能力，能消除原染污癖的我执的能力，可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能力，笃定，笃定就是非常坚定的一个能力的得到的。我执是一个词，涵盖概括了两个我执，是什么？人我执跟法我执，总称是一个我执。法我执的话，原烦恼、原染污癖就是烦恼嘛，对不对？原烦恼执持为自性有的我执，原清净品，比如说善法，执持为自性有的我执，原心事法，执持为自性有的我执。暖加系的时候，它消除了原染污癖烦恼执持为自性有的我执现行，它就完全彻底消除了。把他的那个种子或者断除劣根拔起，不是这样。暖加系以上的菩萨的话，绝对绝对不会，他的相续当中，不管是遇到任何困难，原烦恼的我执绝对不会现起的。他已经暖加系的时候得到了一些的笃定，除了这个之后，他相续当中绝对不会原染污品也好，烦恼也好，执为自性有的这个我执是绝对不会现行的。加行道为什么加了一个称它为加行道？相对一个正行来讲，它是一个加行，它的前提嘛，所以它的前提，所以呢，它叫做一个加行。四个加行道，暖敌人事第一法，为什么称它为加行呢？修行者得到见道的一个加行，见道跟自然道中间的一个。它是一个指尖，修了加行道，它直接可以接着修见道，所以见道的前面的前提一定要修好才可以接轨见道，所以这样的原因它称它为就是一个加行。谁的加行？见道的加行。那简单我们俗话的话，它的前提了，对，前面它准备好了，接着就是正行的时候就会顺利的。他转移到加系到脑位的时候，还没有能力就是彻底断除任何一种的烦恼，任何一种的所执障的能力还没有达到的，但是他有就是完全消除了远烦恼执为自性有的我执，就摧毁了他将来就远烦恼的我执就不会现起的。我们仿佛可怜的，我们看到什么都可以去执持为自性有的，看到色处执持为自性有的，你执持为自性有之心就是叫做一个我执。那我们看到烦恼执为自性有的，烦恼也把它当作自性有的，看到任何的色法也把它当作自性有的，看自己朋友也是把它当作一个自性有的，看自己也是把自己执为一个思维一个自性有的，这一种执为自性有之心都是叫做我执。如果他的执所缘是一个具有生命者的话，他叫做一个人我执。他的所缘既是一个除了具有生命者之外的法的话，他叫做法我执。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自性有的状况，如果自性有的话，怎么样的才叫做自性有？什么样的原因才无自性的？这些的之间的差距不知道的情况下，确实我们没有什么感受的。比如说我们一直听到空性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有什么感触啊？什么都没有啊，对不对？确实枯燥无味啊，一直听到空性啊无我的时候，什么感触都没有了。虽然有一点的时候，哎呦，空性见是非常殊胜的吧，对不对？空性是了解，空性是非常好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感觉而已，但是心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那你看，你达到了菩萨他们的真悟的境界的时候，
一听到空性的这个词，完全止不住，眼泪就夺眶而出。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他就知道终身反复众生到目前为止业余烦恼导致不由自主的领受痛苦苦恼，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深渊到目前为止没办法脱离，没办法解脱的原因，他就知道。综合大师了义不了义及开头都讲，有情众生不了解空性而不由自主的堕入轮回。那在佛经当中也有很多的论点当中也是完全异口同声的强调，我们不了解空性，所以呢就没办法停止造恶业。所以呢我们自信有的概念直接跟渐渐的方式去影响你的生活。现在我们大部分人感受不到的，确实感受不到的。我自信有的想法如何伤害我的生活，如何危害我，我感受不到的。那我举例来讲，我们一直不想生人家的气，谁都不愿意的，但是你控制不住的，为什么？他的背后的推者是谁？他的罪魁祸首就是我执。众生舍缘起的图案当中，第一开始为什么无明是一个开头？为什么这个无明是我执啊？三界的所有的过坏都是依于他而来的。那如果你了解了有自信跟无自信之间的差别，才能够理解我执是一个轮回的根本。不然的话，我们讲了很多但是领受不到的，希望每个人能够领受到他的一个空性见解的一个滋味吧。当然是空性见解是绝对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如果你付出多少，也许永生之年你就可以通达空性，这是我们不能说绝对不能，对不对？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智慧，每个人的付出不一样的，绝对不可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永生之年见到真正的见到空性。那见到空性对你的利益是什么？我们一个比丘，他叫犯戒，罪孽深重的一个比丘的话，他今生也许就无五戒业，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忏悔的。如果你今生通达空性的话，一旦现行空性戒就完全清净的。所以空性戒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的，它能消除轮回根本的一个能力存在，那怎么不能够消除业障呢？业障跟烦恼之间差太大了。业障我们反复的当下可以清净的，烦恼绝对不可以的。业障是依靠烦恼而来的，清净业障跟清净烦恼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然的话，很多人搞不清楚业障跟烦恼有什么区别。那扎心到暖胃的时候，有时候厚德胃的当下，他就是去布施持戒，利益他人，帮助他人，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一样的。见光庄严论的释论当中也提到，有些人问说菩萨圣者会不会睡觉啊？得到佛果不退转的一个征兆，有一个征兆，有就是三个阶段，对，通往佛道的这个过程不退转的征兆有三个。什么呢？第一个是加西道的当下得到的，第二是见到，第三个最起码就是八地的时候才可以得到的。这个是佛经当中讲的，释迦牟尼佛讲做梦者梦里就可以知道这个都是一个梦，不是真的，这个也是一个不退转的一个征兆。有些人怀疑说啊，菩萨甚至也做梦吗？肯定会啊，你没有睡的话你没有做梦啊。但是他的圣者就不像我们凡夫俗子跟随烦恼而转，不由自主的睡入睡就没有了，但是他由于善法的情况下他有入睡就有了。睡眠有两种，我们睡眠是控制不住的，
反复的睡就是